这首歌已经没有人要唱了。现在都要，这首歌已经 not fashion。我刚刚想要讲一个什么东西，我忘了。好，就是呢，我们已经翻唱完三个乐团的歌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会回到就是一开始的那个组合，就是又回到七六，因为九月二十四号，我们跟七六还有马克白会在那个屋顶音乐节，然后真的很好看哎，卡夫卡买票就是你不用会员卡，600块就可以买了。赶快买一下，现在这个才 fashion。那接下来呢，要唱一首新歌。接下来这首新歌叫《不见不散》，然后，为什么要叫下一场循环呢？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，就常会遇到一样的事情重复。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在下一次，就是下一个循环开始之前嘛，把这一个循环的事情给都记住，然后学好，然后也再一次感谢你们来。我想是你恨我